这两年中国流行一句话，不会读两个错别字的官员绝对当不了一个好厨子。你要想治大国烹小鲜，你就必须时不时的来俩错别字，再混个中央党校，这样你才有希望。玩弄 GDP 的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媳妇熬成婆婆的这一届是损血的二代目，比之江湖，他们更把这一届政府看作自己的私产。长期以来呢，因为这个耕地有限，所以中国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经预测到它未来的外向型经济可能受阻，所以在一带一路突围的同时，他们同时也搞了土豆主粮化。农业部2015年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明确的宣布土豆将成为小麦、水稻、玉米之外的第四主粮，而且目标期定得很短，2020年就要实现。我们知道现在地方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 GDP 的水分，这个数据上的泡沫已经在陆续的被自己捅开。其实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营改增，一个呢是从2019年开始，地方的 GDP 不再由各地自己上报，而是在统计局的领导下参与核算。中央和地方要分这个增值税，那么也就意味着地方报的越多，你上缴给中央的钱就越多，你虚报的越多，你就得自己要贴钱，得倒贴。完了以后呢，我们也知道游戏规则即将要改了，留给地方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地方债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但是这个词儿是新的，从90年代中期初期朱镕基开始这个搞这个分税制。分税制之前呢是大包干，中央给各个省份定出一个上缴的这么一个数字，你每年缴足了以后，剩下来就是地方自己的，多挣多得，促进了地方发展经济，当时这是一种动力。那么它也出现了几个问题，沿海地区呢富得流油，内陆有些省份穷得揭不开锅。另外呢，中央财政经常穷得要跟个别富裕的省去借钱，那么这也就导致了中央的一些经济政策在地方上无法去执行。所以呢，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的这个朱镕基就提出来要搞税改。搞了税改以后，中央把税分流走了，那么事儿呢并没有上移。完了以后，地方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事儿还得办，但是钱没了。所以地方呢就开始自己想办法，因为地方政府在银行它是贷不着款的，对不对？它作为一个社会法人，它无法去贷款，但是地方政府它可以成立这个企业呀。我们看了很多省市，他就搞了一些这个投资公司，搞了一些融资平台。全国应该来说做的最彻底、搞得最大的应该是重庆，就黄奇帆搞的那个，一口气他搞了8个，被人们戏称为叫"重庆八大头"。
完了以后呢，到2013年左右，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换届嘛，到这个时候，它维持不下去了。维持不下去，我们看看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地方政府在基建上要大规模的投入。第二个呢是保障房这一块要投入。第三个是加强社会保障的两个全覆盖。第四是水利建设。第五，它要大力发展新兴的战略新兴产业。第六，它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还有个第七，开始要还债。4万亿这个债是要还的，其实加上配套根本就不是4万亿的问题，还不上怎么办？所以2013年换届以后，2014年我们就见到了一个新词，叫地方债。地方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不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地方都已经事实破产了。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他破产，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枪，政权在他手上。那怎么办呢？银行不能破产，那么这个风险他就始终在压着。你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掩饰他，但其实地方债就是垃圾。没有人看不透这一点，只是陷进去的人太多。税收改革以后，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税收啊，它以每年20%到30%的这个高增长，它3倍的超过于当时的全国 GDP 的这个增长速度。当然了，它也远远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增长，这是很不正常的。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去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全国一年下来罚没的这个资金已经接近10000亿人民币了，这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一个奇闻。中国目前呢没有企业家，我们看到的大型企业所谓的这些龙头基本上都是一个白手套或者是权力寻租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像腾讯也好，阿里也好，都是抄袭的专家，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创新。完了以后呢，房地产企业像王健林啊，什么碧桂园啊这一类的，更是笑话。别说他们搞房地产，靠跟政府勾结来卖地，拿地块去分润。说白了一句话，你钱挣了无所谓，你都换成美金也无所谓，问题是你盖的楼都有问题。产权70年这一点，我觉得你要是按这个建筑的年限来看，不谈它有没有法理性，最起码一点，它这个设计啊还是挺人性化的。因为大多数现在他们建的房都撑不到70年。我们看早期的一些装修，90年代的时候建了很多大楼，外面是这个液晶玻璃的，正常情况30年就要维护了，现在马上30年就到了，建得早了可能就过了，这些玻璃在呼呼啦啦的往下掉。现在时不常就能看到很多房子在倒，没住人的那是最好。你什么楼翠翠啊，什么楼躺躺啊，这些我们就不谈了。
现在涉及到桥梁涵洞的问题，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各级都在层层扒皮，层层转包。我们面临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连续性的这种社会灾难，恶性的事故，这是无法避免。这30年所谓的高速成长，它是有代价。你看西方政府，有一些国家它甚至为了资本，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它能跟别的国家翻脸，甚至大打出手。政府几乎就是资本家的保镖。中国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和大清没什么区别。在政府眼里，企业家无非也就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他始终把你是当一个羊菇，当你肥了以后，或者说在他需要的时候，他会随意的来切割你。所以我们见到很多企业，尤其像腾讯啊这一类的大型的通讯类企业，现在人们经常在研究他们怎么老是会对政府公开他们的资料。其实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不是他们公开资料，而是在这些通讯企业内部，他早就有政府的官员去进驻了，而且他们也是通讯类的专家，所以不存在监控问题。因为这种监控，它已经成为各大通讯企业内部的小组了，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说呢？可能看到一个打击迎面而来的时候，你会哼两声，但是这个打击要是来自于后脑勺的，一棍子就给你敲屋了，你可能一句都哼不出来。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吵不要闹。这个社会呢，它很搞笑，别说我们老百姓看的这些事儿感觉接受不了，你就包括李克强上台的时候也是呼呼啦啦的。他以为啊，他能舒展他的抱负。他刚上台的时候说过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关于这个城镇化，他想显示他自己的治国方略。这是厉以宁当时帮他定的论文。那么李克强论文的主导思想是中国在现代化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在二元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第三元，叫城镇化。可惜他忘了一点，这个国家是党说了算，他只是个悲催的二号。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今年农村开始的所谓的这种宅基地的流转，根本就跟它的城镇化没有关系，它是另一次洗劫，从法理上它已经开始。土地不再属于你的同时，宅基地也很快将不属于你。人都说啊，现实主义者才能坐上大位，要有这么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你才能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领袖。很不幸，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么一个。